大家好，我是我的薛导，我现在来到呢，就是我们台北市最热闹、最繁荣的一个街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叫做我们台北的西门町。等一下，我带大家去哪里呢？去我们的武昌。接下来呢，五分钟的路程呢，行走路程呢，就到了汉口。转一下呢，我们又到了洛阳。你相不相信呢？等一下，我带大家一起来逛哦。Go！我现在作为一个常住在湖北武汉的这个武昌的台湾人，走在这个我们台北的武昌街，真的是有一种蛮特别的感觉。现在到了武昌的武昌汉口新世界道，汉中街在这边，这个就是看它的建筑。台北的成都，哎，成都，耶、yeah ！今年是要坐飞机，从成都过去要坐飞机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现在走斑马线就会到了。来，我们现在看到什么？我们现在要来到西宁了。看，所以你看我们清不清呢？光地名都这么样的明显。我又到了洛阳了，是不是？看到这个地名。就怀念起我的大陆，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。到了昆明街、开封街，有看到开封街。所以呢，我们其实呢很有情怀的，就是大家的感情是互通的。这个甩也甩不掉，撇也撇不干净，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你知道吗？